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，碎片商店今天迎来更新，一共有五款史诗级皮肤。墨子的金属风暴一定要兑换，皮肤品质跟龙骑士不相上下，但皮肤碎片只要88个。说实话，墨子这两款皮肤的优化确实很用心，特效和档次提高很多，关键它还不是限定的，必须给策划点个赞。这种皮肤的优化可以多多益善，妲己的女仆咖啡也可以入手。前两天官方已经在优化这款皮肤，风格变得更加二次元，现在它虽然是勇者品质，优化完成后就会升级为史诗品质。这次还有程咬金的功夫厨神，如果你是程咬金的忠实粉丝，那兑换这个完全没问题，如果是普通玩家还是不要去兑换了。程咬金的赛季皮肤再等几天就来了，白嫖的皮肤会更香。这一次更新后还有段位回馈的奖励，马上进入四月新赛季就会到来，段位继承依旧没有变化，地心王者还是会掉到钻石段位。永恒钻石的水有多深，相信大家都体会过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打上王者。如果本赛季没有打到，那么免费的史诗级限定皮肤就会跟你无缘，趁着最后几天的时间赶紧找个大神上一波分吧。小伙伴们期待的皮肤有上架商店吗？我是李飞白，需要小伙伴的订阅和点赞支持，谢谢大家。